大家好，盆栽的令箭荷花要想它开花，我们一定要经常给它剪，这样呢它才能会枝条挂满花，因为它的生长空间非常有限。令箭荷花生长能力非常强，养护过程中它会从这个生长点萌发非常多的新芽，有些花友因为新芽越多越好，新芽越多消耗养分越多，它的生长空间非常有限，就会影响它开花，所以呢我们要经常给它剪，把这些新芽通通剪掉，留下一个大的枝条，把这个枝条养壮养肥，够老熟了它就能顺利的开花。养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养分，可以用速效的复合肥，每个月半勺均匀的撒在盆土表面，溶解性好，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元素，能促进枝条快速的生长。好了，喜欢令箭荷花的花友们，我们一定要勤修剪，这样呢开花才会多。好，再见。